己还不够，我举着。你传了你什么话？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
快猜一下，猜一下。你前两天的转化率非常重要。总统啊，你这样在公司成什么体统？快快！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。哎呦我的妈！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 ？Oh no！谁懂啊，家人们摄影技术那么好的摄影小哥去哪里找啊？我也要玩，我们给他玩吧。你坐那边。Ha ha ha ha!
哎呦我的妈！哎呀我的天哪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就不相信了。肺活量大呀！啊，我小样好的呀。那你能一口气把这些气球飞下来吗？这不小意思吗？那你来。杀！哎呦我的妈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这么看不着脸。嗯。长耳朵。看不着脸。看不着牙不？你那个，你上医院看过没？你，你指定是有点毛病。你说你这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就万万不相信。好漂亮月。我想起儿子你的荷塘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就万万不相信。
一米八也是，也是嘛，也拉三圈。哈哈哈！倒下了，倒下了！不该啊，真机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这你别笑。作业转一下眼睛吧。你怎么上来我车嘞？你女朋友掉啊！不好意思，搞错了。叫死我了，他妈的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欢迎收看大型飙车现场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这车也太高了！哎呀！